你说那个宪兵对一个警察局来咋那么快呢？不用多，再有半小时，咱指定能把鬼冢收拾了。我倒不这么认为。敌人费尽心机的想要拉拢王建立设立据点，一定有更大的阴谋。这次放走了鬼冢元村，他们的阴谋说不定会提早实施，那就给了我们更多的主动权。我早就说过了，要放长线钓大鱼。 太心急了，我不应该。也是我太心切了。小静，老师说的有道理啊。留住鬼冢元村，会加快敌人进行下一步行动的步伐，也会给我们彻底干掉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好了，别担心了，早点休息吧。三人の中に二人は帝国のために亡くなり、あと十数名の優秀な兵士も立派に犠牲になった。 残念だ。ご安心を。敵は必ず撃ちます。うん。鬼塚君、緊急連絡が来て、我々の城内の情報拠点はバレる恐れがあり、一刻も早く次の作戦に進まないとは。隊長、どのように作戦進めますか？ まだか。岡村将軍から増援部隊と物資供給がいつここに着くのか。報告。入れ。敵の車両を発見し、こちらに急速に接近中です。全員警戒準備をしろ。基地がバレないように万が一以外決して発砲するな。ご安心ください。 目指してくるようです。隊長、部隊に出撃の命令を。いや、少し様子を見てみろ。 隊長、あれを。 岡村将軍からの使いだ。急げ、入らせよ。はい。 这次行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三儿和高龙的情报功不可没。其实也没啥，就是花俩钱交点朋友的事儿。老师，你可听见了啊？我管你借钱是给突击队办事儿，账管他要去。什么意思？你小子是想赖账是吧？什么？本来就公事儿啊。没问题，你的钱算公务开支。
不过后边还有更重要的情报，你可给我盯仔细了啊。放心吧，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我找那几个小子就认钱，只要给钱眼睛瞪得比谁都大。你这都什么酒肉朋友啊，就知道要钱。小屁孩你知道啥呀，这叫蛇有蛇路，蟹有蟹道，知道吗？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懂啊。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查出眉目，但是我可以确定郑雄在城外一定有秘密据点。这个据点不仅是为了对城内制造恐怖气氛扰乱民心，还会酝酿更大的动作。那我们就到城外去找，把他的老窝找出来，一锅端了。城外山区面积那么大，不好找啊。如果弄不好会引起鬼子的注意，让他们藏得更深了。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配合日军攻占武汉城区，所以他们的活动重点还是在城内。只要我们提高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们一定会露出马脚的。从现在开始，凡是通往王建立家的各条街道都必须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不要有任何懈怠。哎，哥，奈美さん、こちらへどうぞ。奈美さんは敵の包囲網を突破して実に感心しました。派閥が複雑で戦場でも交流なく各自に戦うから、それさえをよく利用したら他の陣地の名で尋問を通せるはずです。うん、こんなに若くて美人の奈美さんは敵はすでに心が揺れていて尋問すらもしないでしょう。私は顔で敵を通すほど不器用な女ではないでしょう。冗談、冗談ですよ。岡村将軍の命令を受け持ってきたのは例の武器以外に細菌爆弾とドキッタもあります。これは武漢城内への作戦に肝心な作用を起こすはずです。細菌爆弾。この爆弾は城内で爆発したら半分以上の人がとても恐ろしい病に感染し、一週間も経たずに死んでしまいます。戦わなくても勝てる一番の方法ですよ。うん、もちろん万が一にならないと我々はそうしません。我々第日本航空はこの町に入りますから。だが前線の戦況が厳しかったらそう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ね。うん、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城内で次の計画を実施します。ここは奈美さんと渡辺君に任せます。任せて、大佐殿に失望させたりはしませんから。うん、よし、協力し合って陛下と我が帝国に力を尽くしましょう。桂荣太君。这是你发给你的行动队员的无声手枪。我检查过了，所有的撞针都被截断了，都不如烧火棍。这批枪支和炸弹都是从上级军火库领过来的，我暗地里扣下了一批，一直放在密室，从来都没动过呀。难道是德国和美国的政府与你们的国民政府在开玩笑吗？是，不不，可能，可能。王先生，我和郑雄大佐到现在为止，对你的忠心没有丝毫的怀疑。多谢多谢，我一直是效忠皇军的。但是，你的部下和你的家人当中，肯定有内奸出卖了我们。这批枪支和炸弹是王副官负责操办的，难道是他？不可能，箱子上的封条我看过，完好无损，王副官对我也是忠心不二的。不管怎么说，这其中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务必千万小心。另外，郑雄大佐明天就要到了，你马上做好下一步的行动准备。是，夏队长，
城盟突击队慷慨解囊，给我的弟兄们家属一个圆满交代。今日特来登门拜谢。高队长太客气了，在一起打过鬼子就是亲兄弟，兄弟之间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呀？可惜党国大员们不这么想，国难当头，他们却仍醉心于党派之争，家不和，邻里戚啊。虽然日军日渐迫近武汉，但城内秩序逐渐恢复，空袭的次数也减少许多，这都是夏队长和光影突击队的功劳啊。高队长，有一件事情还望帮忙。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就是。从敌人屡次在城内搞破坏的地点来分析，我断定他们有一条秘密通道直达城外。虽然还未找到出口，但是范围应该在这一带。种种迹象表明，敌人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突击队人数有限，希望宪兵队派出部分人员支援，在这一带秘密布控。没问题，这个我来安排。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视，只要鬼子露出苗头，绝对不会放过。那有劳了。啊，夏队长，你也忙，我那里还有事情要处理，那就希望咱们合作愉快。告辞。君、今さらご愁傷様、日立君は立派な帝国軍人だ。国のために犠牲になるのは誇りである。やるべきことは分かっております。大佐、ご安心を。我需要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我特意找四海土木工程公司董事长魏华谈天说地，两瓶酒下肚，他就神志不清，说出了这些话。你做得很好，我们从现在所做的一切要对任何人保密，包括你的副官，明白吗？是是，明白明白。干什么？您是魏华吗？我是。怎么了？开车。你们凭什么找我？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找我？凭什么？我犯什么罪？左先生，我犯了什么罪？魏先生，你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我是规矩商人，没犯什么罪。什么狗屁党国，纯粹就是家国。那些头头脑脑一个比一个肥，正经该出的钱却拿不出来。这次城防工程老子垫了30多万，家底都快掏空了，结果去城防司令部，去军事委员会，去后勤部，鞋底都磨穿好几双，愣是推来推去拿不到，这叫什么制度？逼急了老子，老子把图纸卖给日本人，叫这帮人也不得安生。这些话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那些都是酒后胡说八道的，不能当真的。我下次不敢了。你还有下一次吗？那又怎么样？不就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吗？我告诉你，我跟城防贾司令还有军事委员会的黄秘书是兄弟，他们最了解我对党国的忠心的。继续给他听。司令官阁下，这是武汉城防工程图纸，请向他。哟，这份图纸对皇军进攻武汉实在太有用了。魏先生开的价钱并不算高，我们会立刻交款。我要一月，黄金也行。没问题，这是魏先生要的数，请清点一下。谢谢，谢谢。
还可以通过关系弄到更多同志，随后会拿过来请将军鉴别是否有用。呀，我非常乐意和魏先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怎么样，魏先生，你还想继续往下听吗？这难道也是你的过头话吗？哎，这不是我说的，你们诬陷我！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想抵赖？魏院长一直强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你是为和国防部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大公司的经理，竟敢叛国通敌，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就地枪决，杀无赦！啊，饶命啊，饶命啊，把我们所有的债都拿出来，饶命啊！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啊，好，什么条件？您说。跟我们合作。啊，和你们？你们？是的，我们是日本人。啊，魏先生，我们是来拯救你的，你只有跟我们合作，其他没有选择。这些东西如果交给你们中国政府，刚才的情形就会在你们的军统局重演，你明白吗？这些东西是送给你的，也算是你和党国政府交往时期的补偿吧。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スピード出せ。はい。控制老师他们。追上那辆车，快！快，跟上去！不，早く、早く！
夏队长，你没事吧？小鬼太阴险了，幸亏你经验丰富，这要换了别人，还真中了小鬼的招了。通知弟兄们封锁这一带。好。一些小状况，但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大佐，您不该亲自去魏华家谈合作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家伙反悔了？在来的路上，我遇见了夏安国。啊？他认出你了吗？也许吧。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甩掉，但是我们损失了一辆汽车。现在必须马上实施我们的计划。王处长，你立刻通知苏玉明，今天晚上来这里做客，叫魏华也过来吧。好，大佐，在这儿，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很容易暴露。意外已经发生了，现在已经到孤注一掷的时刻。王处长，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马上。是。王建立家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没什么动静，一切正常。没有郑雄或者其他人进入吗？没有，绝对没有。我找那帮人也经毒着呢，别说大活人了，就是他家飞个苍蝇我都能知道。好，让你的人再盯紧点，别漏过一个小细节。嗯，那你们聊，我现在就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强对王建立家的监控，看看这个郑雄到底要干什么，一旦情况需要，排除困难，实施强攻。记着点车牌啊。这么久了，这主人总不露面啊。也许是另有客人吧。魏先生说得很对，王先生正在陪客人，就叫我这个客人先来陪陪你们了。哦，您是？啊，有缘之人，相逢何必相识呢？苏经理，对吧？这位是郑雄先生，日本人。日本人没有那么可怕吧？苏经理，你曾经在帝国大学深造，一定认识一个叫浅田敬一的教授吧？啊，浅田是我最敬佩的恩师，他在生活上和学习上都对我是多加照顾，尤其是机械学方面，对我更是悉心栽培。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怎么，您认识他？哈，浅田敬一教授其实是我最小的舅舅。我也曾经听老师说过，他有个外甥，比他就小了几岁，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没想到是您，失敬了。啊，不客气。坐吧。哎，坐。浅田老师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啊，他很好，只是气喘病常常发作，不能出远门。不然，他也许很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不过不来看也好啊。如果他看到中国的现代工业如此落后，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我曾经向老师保证过，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振兴中国的工业。可是，事与愿违。郑雄先生真是见多识广啊，还请
给我们指点一下迷津呢？只能顺从历史的进程，接受我们大日本帝国全面占领中国的现实，协助皇军巩固治安，实现大东亚共荣。你是？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也是将要占领武汉的先遣部队。司经理，我们一定会协助你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工业的愿望的。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插手。对不起，告辞了。啊，你们干什么？司经理，你既然来了，在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果之前，你认为你还能离开这里吗？我苏经理，你不觉得现在不死不活的生活对你是一种折磨和浪费吗？只要你忠诚地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我保证在皇军进入武汉以后，我们会帮你的公司引进先进的设备，成立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如果你不想留在中国，我们可以把你的全家送往日本，和浅田敬一教授继续你的研究工作。看来苏经理还是犹豫不决啊。好吧，那我就来给你做一个决策。玉明，玉贤，你怎么来了？是王处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的。看来王建立也是你们的人了。嗯，苏经理，这下你可以做决定了吧？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正雄大佐，我们两家企业的员工加起来两三千人，加上我们的朋友和朋友公司的员工，总数不会少一万人。在武汉城内折腾起来，气势绝对够宏大。很好，我会给他们马上分发武器，而且把你们骨干人员的名单立刻上报给冈村将军，将来为你们论功领奖。啊，多谢多谢。对了，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我家附近新近搬来一户人家，主人叫黄振，富家江浙一带，在工商界也颇有影响，值得皇军利用。而且他的堂弟现在担任国军师长，正在大别山一带与皇军作战。如果能把他，这个人非常重要，我想明天去会会他。查清楚了。第一辆进入王建立家的是华翔实业公司经理苏玉民的车，第二辆是四海土木工程公司经理魏华的车。他们和王建立之间有业务联系，出入王家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苏玉民进入的时候加上司机只有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却多了两个人，这就不对了。还有苏玉民的妻子随后也进入了王家，这也不太符合常理。我们可不可以假设郑雄像拉拢王建立一样，也正在试图拉拢苏玉明和魏华呢？也许郑雄已经得手了，只是他拉拢这两个人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他们手下有数以千计的员工，
掌握着城防工程和武器装备的机密情报，足以让鬼子掀起对城内的动乱，策划对城外的进攻。这就是郑雄要实施的重大计划了。对，咱们必须把郑雄这个恶毒的计划消灭在萌芽之中。苏玉明和魏华是否投靠了郑雄不得而知，现在只能实施监视措施。王建立在郑雄家这个老巢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了，必须除掉。可是目前国民党政府并不认可王建立叛国通敌，而且刘主任也未必同意咱们这么做。是啊，国民党政府官员之间盘根错节，要想正面对王建立下手，阻力非常之大。在郑雄的大体计划明确之后，所谓放长线钓大鱼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这个毒瘤再生长下去了。这些人员全部都是日军特战队成员，背景清楚表明是在王建立家中，这都足以证明王建立通敌成立。闯入王建立家中，消灭那么多的日军特战队员，也只有你们突击队能够做得出来，办得到啊。当时情况紧迫，为了避免给合作抗战带来麻烦，没有征得刘主任的同意，还请谅解。我马上把这些情况通报给王建立的上级，看他们如何解释。您是说贾志杰？嗯，安国，在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前，千万不要再乱采取行动了。投鼠忌器，以大局为重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日本人的计划已经基本明确，以王建立家为中心，策反和拉拢城内有实力的人，让他们进行暴动，以策应城外日军的进攻。王建立已经对五号有所警觉，我们对王建立的监控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我觉得可以对他采取行动了，不然的话，养虎为患，夜长梦多。我尽快把情况汇报给局座，请他定夺。好。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这是五代时期花蕊夫人所作的诗句，后人常用更无一个是男儿，以激励国人不可丧失志气，宁可为国捐躯，也不可投降敌人，做亡国之奴啊。先生，想跟你聊一聊，不可以吗？你们怎么进来的？哈，王先生，你的保镖不了解武汉的情况，我的人已经把他们替换了。你们是日本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马上就要成为武汉的主人，我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来探望一下。有什么不妥吗？瑞儿，我和这位先生有话要谈，你回屋去吧。爹，没事，回屋去吧。我刚从外地搬迁过来，对此地人生地不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王先生谦虚了，我觉得黄先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们就直话直说了。目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武汉靠拢，占领这座城市是指日可待。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一介布衣，管好自己的小产业就行了，管不了国家大事。话虽然如此，用中国人的话说，清朝之下安有完卵。王先生，如果不尽快地做出打算，到时候恐怕连你这个小家业也难以确保。这么说你都替我安排好了，说说看，可合乎我的心意？王先生果然是个爽快的人。王先生虽然是初来乍到，但是你在商界的威望是巨大的，是否可以利用你自身的影响力联络各大企业，拒绝搬迁，留在武汉？难道留给你们日本人吗？不，我们皇军是仁义之师，从不轻贪个人的合法财产。相反，我们可以保证你们正常经营，比蒋介石政府负担更轻，发展更迅速。另外，我听说黄先生有一个表弟正在前线和皇军作战，此人从小就失去父母，是黄先生的一家把他抚养长大，对你是唯命是从。黄先生是不是能够给他写一封信，对他小以大义，劝他撤离阵地，给我们皇军的突击队留出一条道路？做到这一点，我想黄先生对你来说并不十分困难吧。就这些？能够做到这些，黄先生，你对皇军的贡献就是大大的，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了。报告队长，有人打电话向警察局求救。你干什么？要干什么？電話線を切っておけと言ってなかったか。まだ電話線がありました。見つけた時には奴らはすでに話していました。電話線を切った後調査しましたが、警察に救援を求め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王先生、你的女儿让我非常失望。小鬼子，向你失望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就在今天下午，我给我的表弟寄去了一封信，叫他在抗日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替南京遇难的300,000同胞报仇，替全中国的百姓们报仇。你叫我助纣为虐，小鬼子，你白日做梦。哪儿喽？我的信条就是顺我者存，逆我者死。我罗斯蒂亚呢？の部屋を調べろ。奴の娘以外全員殺せ。はい。怎么报的案呢？一个女的，她说她是皇家的女儿，说有日本人闯进他们家，让我们赶紧过来。她怎么不进去？敲了半天门没人开门啊。肯定有问题。怎么办？肯定是日本人干的。跑回现场。是。